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，就是台湾呢跟德国哈，在这个语言上呢，比如说他们在形容叫声的时候，它不同的地方。狗狗汪汪 ，woof woof。公鸡咕咕咕 ，kikiriki。猪 ，oink oink。大象不知道怎么叫，这个救护车，哦咦哦咦，哒嘟哒哒哒嘟哒哒，狮子，吼轰，哇哦，小鸟。啾啾啾啾啾！牛，哞，哞。九，鸭子，呱呱呱呱呱呱。quack quack。马，咩。蜜蜂，嗡嗡嗡嗡。我的，嘟嘟，轻锵轻锵轻锵。出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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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，就是在德国呢跟台湾在这个声音的形容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下次再见。